啊切！哎呀，我怎么把小虫子给打出来了呀？这可是我的零食，都打出来了，我该咋吃呀？妈妈还没回来，谁来帮帮我呀？啄木鸟，啄木鸟，你有困难吗？来，我帮助你。我的小虫子刚刚都被我打喷嚏给打出来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放回去呀？哎呀，就这小事儿呀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来帮你放回去啊！别着急，我全都给你放回去。你这个人敢欺负我家孩子，你等着，我可不怕你，我马上打电话给蜘蛛侠。啄木鸟妈妈，别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欺负你的孩子。妈妈，他真的没欺负我，他是在帮我把虫子给捡回来。刚刚我打了一个喷嚏，全都给打出去了。是这样呀？哎呀，僵尸，可能误会你了，实在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啄木鸟也不用挨饿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这僵尸没想到这么好，看来认识到以前的错误了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给现在的僵尸打多少分呢？评论告诉他吧。哥哥姐姐，你们快来，我用零花钱买了好多好吃的糖果，你们快过来，我们一起分享呀。麦吃麦吃，哥哥来了啊。僵尸，麦吃麦吃，我是你的哥哥大宇呀。啊，你是哥哥大宇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？麦吃麦吃，姐姐来了。你是朵朵姐姐呀，你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？麦吃麦吃，我来了，我是你的哥哥欢欢啊。你是欢欢哥哥，你怎么也变成这个样子了呀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怎么都变成了僵尸呀？哥哥姐姐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麦琪麦琪，你不要哭了，我们中了僵尸的魔法，所以才会变成僵尸的样子。可是哥哥姐姐，我该怎样才能救你们呀？我们听到僵尸说，只要有小红心就能解除我们身上的魔法了。可是哥哥姐姐们，我没有小红心，这个怎么办呀？有了，我可以寻求小朋友们的帮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有很多小红心？能不能救救我的哥哥姐姐呀？拜托你们。乔治，拿着你的玩具车还有你的蛋糕，你快走，不要和你一起玩了。麦琪不和我玩了，我什么都没干，他为什么不和我玩呀？他把我东西都给扔出来了。乔治，你怎么了呀？怎么哭了呀？美嘉妈妈，麦琪不和我玩，他把我的东西都给扔出来了。什么？麦琪，这也太过分了！别着急啊，麦琪，给我出来！妈妈，你回来了呀？你干嘛把乔治赶出来呀？为什么不和乔治好好玩呢？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乔治玩。美嘉妈妈，是这样的，刚刚我和麦琪玩游戏，可是麦琪耍赖，然后他就不和我一起玩了。好你个麦琪，自己耍赖还欺负乔治是吧？看我不赖你屁股！妈妈，我可没做错，我觉得是正确的。正确什么呀？正确的！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麦琪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呢？你们要是不对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告诉他吧，要不然他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。麦琪，你在哪儿呢？回家吃饭了？不是说在门口玩一会儿吗？我都去哪儿了呀？妈妈，我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呢？还跟妈妈玩捉迷藏呢是吗？快出来！哎呀，妈妈，我没和你玩捉迷藏，我在房顶上呢。哎呀呀呀呀！麦琪，你咋跑到房顶上去了呢？妈妈，我本来是在房顶上看风景的，可是我发现我上来之后就下不去了，这咋办呀？妈妈，你快帮帮我呀！哎呀，你咋跑那么高呢？家里又没梯子。你别着急，我现在打电话让蜘蛛侠来帮帮忙。喂，是蜘蛛侠吗？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呀？我家麦琪爬到房顶上下不来了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我在这等着你啊。我来了，麦琪妈妈，别着急，我马上把麦琪给救下来。那太谢谢你了，麦琪，你也别着急，我马上救你下来。等我先变身哦，我马上变身，变身完马上把你给救下来。好了，变身成功，丢，来发好，丢，好了，救下来了。哎呀，猪猪侠，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家孩子今天还下不来。哎呀，没事，麦琪，你可记住，下次可别爬那么高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猪猪侠哥哥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爬那么高了。我以后一定会注意安全的。踢球喽！哎呀，我的球怎么跑到阿奇警长车上面去了？出去执行任务喽！哎，等等，我的球！麦琪怎么在后面追我呀？他在喊什么呀？我的球！哎呀，这麦琪怎么回事呀？要不然我等等他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？麦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？麦琪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事，我就走了。这真是的，你怎么还不让我走呢？后什么后呀？哦，你说这个呀，这个是你的球呀。哦，原来是你累到说不出话来了，是因为你的球踢到了我这车上，所以你才一直追我的是吗？是。好，那我这就把球还给你。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麦琪，你自己在这儿先缓缓气，我还要去执行任务呢，走喽。哎呀，终于缓过气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快发送小红心帮我谢阿奇警长，把球还给我吧，拜托你们了。乔治哥哥，你看你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泡泡糖，我们快一起来分享吧。吃什么吃？今天你们就乖乖跟我蝎子精走吧，哈哈哈哈。啊，乔治哥哥，蝎子精，这个怎么办呀？我可不想被蝎子精抓走呀。欢，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咻，乔
乔治、欢欢，不用怕，我来保护你们。蝎子精，不许欺负欢欢和乔治。哼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猫头鹰女啊。你不让我欺负他们就不欺负他们吗？你别多管闲事了，不然我把你也给抓起来。蝎子精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现在就呼叫我的兄弟们来。睡衣小英雄们集合啦！咻咻，蝎子精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看我们睡衣小英雄的厉害 ！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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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！ 哎呀，欢欢、乔治，你们两个不用怕了，蝎子精已经被我们打败了。谢谢睡衣小英雄们，不客气。都这么晚了，要不然我们送你们两个回家吧，不然回家路上又遇到坏人可怎么办呀？好呀好呀，谢谢你们睡衣小英雄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快发送小红心，帮我们谢谢睡衣小英雄吧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小朋友你好，我送一些好吃的糖果给你吧。小朋友，我的这些糖果特别神奇，只要你吃过这些糖果，它就会帮助你实现愿望的。啊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那我就把这些糖果拿回去喽。大鱼哥哥、朵朵姐姐、欢欢哥哥，你看，这是好吃的糖果，吃了以后还可以帮我们实现愿望哦。真的吗，弟弟？当然是真的啦，这是一个仙女婆婆送给我的。好呀好呀，那我们赶快吃吧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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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这个糖果可真甜。糖果，你快帮我们实现愿望吧。啊，我们怎么都变成糖果了呀？看来我被仙女婆婆给骗了，这些糖果根本就不能帮我们实现愿望，而且我们自己也变成糖果了。谁能帮帮我们呀？咻，麦琪，你们别着急，我来帮助你们吧。魔法变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都变回来了。谢谢你花仙子姐姐。不客气，麦琪，以后陌生人给你的东西可不能随便再乱吃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花仙子姐姐。对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也不要随便乱吃陌生人的东西，知道了吗？知道的话就发送数字666告诉我吧。救命呀救命呀，谁能救救我呀？怎么有救命声呀？好像在前面，我去看看是谁在叫救命呀。是我，我在这里，快救救我出去吧。我是佩奇。哦，你是佩奇姐姐呀，你怎么掉到这个大泥坑里了？那佩奇姐姐你别担心，我这就找人来帮你。哼，谁也别想救这只小猪出去，不要变成他的模样。哼哼，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就能趁机把这只小猪给抓走了。佩奇姐姐别担心，我叫来了猫勺子哥哥。佩奇别担心，猫勺子哥哥这就来救你。等等，猫勺子哥哥，麦奇他不是真正的佩奇，他是假冒的，我才是真正的佩奇。不，我才是真正的佩奇，我是不小心掉到这个泥坑里了。猫勺子哥哥，你快救救我出去吧。别急，我有办法可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佩奇。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肯定都看见了吧，你们肯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佩奇，那我们就来问问你们吧。小朋友们，如果这泥坑里的是真正的佩奇就发送数字1，如果这外面的是真正的佩奇就发送数字2吧。朵朵，你快猜猜我是谁呀，如果猜对的话就有好吃的哦。好呀，你这么瘦还有一件披风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睡衣小英雄猫头鹰姐姐。我有没有猜对呀？那我帮你转过来看看吧。哇，真的是猫头鹰姐姐呀。哈哈，我猜对了。朵朵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一下就把猫头鹰姐姐猜出来了，那就送你一个好吃的棒棒糖吧。那朵朵，你来猜猜我是谁呀，猜中的话我也送你个好吃的蛋糕。好呀，你的声音我不太熟悉呀，我也没有这样的哥哥呀，我猜不出来。哈哈，朵朵你猜不出来了吧。当，啊，是小怪兽，别怕，猫头鹰姐姐来保护你。猫头鹰姐姐，别，我不是来做坏事了，我想和朵朵交朋友而已。真的吗？你不会骗我们吧？真的，你们不相信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呀。那好吧，我们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应不应该相信小怪兽说的话呀？如果应该就发送小红心，如果不应该就发送数字666吧。看，我这里有好多好多的气球呢，我要把这些气球全都吹起来。哎呀，这气球怎么这么难吹呀，就是吹不起来。麦琪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原来是大鱼哥哥呀，我在这里吹气球，我要把这些气球全都吹起来，可是我怎么也吹不起来。哎呀，麦琪弟弟，肯定是你的肺活量太小啦，让哥哥来帮你吧。那好吧，大鱼哥哥，你快帮我吹起来吧。好。哎呀，好奇怪呀，这个气球怎么吹不起来呀？嘿嘿，大鱼哥哥，肯定是你的肺活量也小吧。啊，不可能呀，我的肺活量挺大的呀。大鱼、麦琪，你们两个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原来是猪猪侠哥哥呀，我们在这里吹气球，可是怎么也吹不起来。哎，对了，猪猪侠哥哥，你的肺活量肯定比我们大吧？你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些气球吹起来呀？好，那猪猪侠哥哥来帮你们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，麦琪、大鱼，这个气球已经破了，你们两个怎么能吹起来？不然你们两个换一个试试。那好吧，我来试试。哇，真的吹起来了！嘿嘿，原来是气球坏了呀。
孩子们，妈妈今天买了一个小动物拼图，妈妈想看看你们认识多少小动物。好呀好呀妈妈，那妈妈我们要怎样整理给你看呀？你们看到这地上的小动物拼图了吗？你们要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，如果不会的妈妈再来教你们。好呀好呀妈妈，这真是太简单了。那你们谁先来？妈妈我先来吧。好好好，那大雨先来吧。我看看这个是青蛙，这个是大象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犀牛，还有这个是河马。那剩下的交给朵朵妹妹吧。好好好，那我来。这个是斑马，这个是长颈鹿，还有这个是袋鼠，还有这个是狮子。好了，妈妈，剩下的我都不认识了。妈妈，我还认识这个是老虎。不错，那剩下的这些就让妈妈来告诉你们吧。这个呀是小猴子，还有这个是麋鹿。好了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妈妈，我们都记住了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认识吗？如果都认识的话，就发送小红心吧。